哇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但是我们先按照顺序来吧，不然这样会乱掉。那我讲艾琳娜嘛，吼，蕾拉。哎呀，蕾拉是蔡奇亚米亚是不是啊？好多人叫蕾拉，聊现在已经变成热门的名字了。我讲，我们这么讲啊，我们很多游戏都很多热门的名字嘛。那蕾拉呢？你们只要 follow 的是 skill 啦哈。其实一只近战角。那你知道怎么让他出去吗？也就是说，你要记他的头像。嗯。但是我也懒得记了。我想什么台机？各位蛋姐哦，宕机。一头像谁占哦？可以加一头像诶，那也宕机啦！哦哟，哎我你，我宕机啊！这游戏今嘛是安怎维修中是无？因为今嘛宕机的关系，所以我先我未来底互恁看吼，等我一下。我们从这边进去啊，吼，因为它现在宕了。那现在宕掉的情况下，我又要演示，所以，啊，唔够，前面演示外主线好难看呢。对啊，我想演示主线，我们重开好了。没送钟啦，没送钟，宕机了。一二三四五。六，最后几下哇，这张牌被盖小一角。这个游戏呢，它是会让你想要一直玩的游戏，两倍速加自动战斗，然后可以手动，对，像这样，有吗？有吗？我们之后可以十连抽咯，下一期吧。下一期我们十连抽，好吗？拜。你等我一下。你要解物件。